没关系，我自己来就好了，你有那份心就好了，谢谢你。早上好呀，我们去洗澡澡吧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呀？只能配合拍照了，看镜头。你在看镜头是不是啊？对的。你觉得妹妹今天穿哪一件比较好看？你来选。挠头。你觉得让妹妹穿哪一件比较好？快点选哪一件？选这个。对。好的，那我们就给妹妹今天穿这个好不好？豆豆选的。好，穿好了。今天的衣服是 Aiden 帮妹妹选的。好了，我们饿了，妈妈喂你了啊。OK。Angela 给她选了一个头花。来看一下姐姐给选的头花，你笑啥呢？一个人在这吃，边吃边笑。嗯，吃饱了是不是？也喂饱了，可舒服了。今天冲凉的时候给他脱光光，称的是9斤6两。我来吃午饭了，我妈弄的一样一点一盘。先吃滑板车，我们一起来做事儿。什么事？你来组装。组装东西吗？嗯。哦。来吧，一起来。我们现在开始啊、哦。这是妈妈买的柜子，然后还有一个洗手间的那个马桶上的架子。来吧。组装不是装组。好来一个小工具。中间你要把力用到中间去，那个球放这个位置。我的力气大不大？大，比我这个。搞定了，刚好放进。到时候他们大了之后，就每个人有自己的东西，然后可以放两个类似于那种手拿响丸放到这儿来。Angela， 他在这里偷笑，他一个人在这里叽叽叽在那笑，然后我没有录到，他趴在这里，还在那里不停的笑。好香啊，香喷喷的，软乎乎的，好安静，很享受啊。哎呀，姐姐温柔的小手，我睡着了。你是摔跤了吗？对。一顿跑来跟我们邻居家小朋友玩，我看一下你的腿。都洗了。啊，走走，回家给你找个创口贴。擦破一点皮。我怎么走不麻？来碰上去好不好？准备好了没？你不要踩疼。不疼，这个。疼吗？啥样？都说不疼，这样碰上去就好了，不用贴创口贴。我爱我。我爱你啊。可不可以先放个椅子在那里，然后提起来我的脚，然后我再来放我的脚在那里。啊，然后给你的脚还要这样子，这样拖起来是不是啊？对。啊，我明白了，我现在再给你喷一点，疼吗？痒吗？痒。先给我放一个桌子，然后再来弄回来。那多麻烦，你到桌子那里去不就好了吗？我扶着你好不好？走不了了。走得了哈。你牵着你没办法了，我完蛋了，扶着，哎呦，我一松手就不行了，是不是啊？好、哦，奶奶，你看奶奶都在笑你。你不要笑我，很麻烦的。姐姐都捂脸了都。你
哎，天哪，这伤得太严重了。我这一会儿怎么走那么快？这一会儿又好了？没有。你的好可怜啊！今天这样子走了。但雷森今天都没办法好好板车了。对，然后我没办法帮你。雷森今天没办法上学。你没办法帮我什么？帮你让那个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来就好了。你有那份心就好了，谢谢你。You know, if you were wearing the things I bought you, you wouldn't even got hurt. Yeah. 你要戴护具。Well, this will make you feel a little better. 肯定是个好人吧。Hey, what's that? Don't tear my remote and find my other one. You guys are 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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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拿到了。现在好了吗？你现在能走能跳了吗？啊！我不能了。那你坐这里休息一下吧。